前盘负债，当场泪洒睡棚。做过最苦的工作是什么？我觉得当时当美发店的小妹真的很辛苦。最苦，你做的每一毛钱全部都是帮家里还债，心情是什么？心情很复杂，因为我其实不知道不爱。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朝。